我臂力惊人，确实让我吃力惊啊！因为很少有女的能够自己换水的。你知道我那天腰快折了吗？你别闹！我靠，你还是伸缩自如。去！我搬完那桶水，我在凳子上恢复了好久都没有喘过气儿，那天差点就死了，你知道吗？你们这帮见死不救的禽兽！谦虚。行了行了，看比赛看比赛。哎呦，把杰给办了。说到这个比赛，最近看比赛，眼镜你好逗。什么？他叫我眼镜？他可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好气啊！我最烦那种，就是进来这个主播打得这么菜，然后就是也不说名字，就搞得好像我像路人甲一样。这个主播打这么菜，这个眼镜好傻逼啊之类的，就很烦。讨厌别人强行给你加个眼镜。没事，方姐姐说说也戴眼镜。说到这个眼镜，我还是从小比较排斥的。嗯，初中的时候刚戴眼镜，被同学耻笑四眼千金。就你们班就你一个人戴眼镜吗？没有啊，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怎么戴。哦，那个时候眼镜不是很流行啊？我觉得戴眼镜的人很少。初中时候戴眼镜的人已经很多了呀。是吗？现在大家关键是我们班有的人很那个，他平时不戴，他就上课看黑板的时候才戴。啊。然后就是平时也没有办法说他。现在大家反正还有一些追求是吧？时尚，追戴那种。啊！说比赛，说比赛，不要说你的时尚了。有人说米勒的眼镜好破。我眼镜不是很平常。先搬了亚索杰瑞斯，然后 WEA 这边是办掉了牛树吉克斯。对的。杰这边果然是不能放给 WEA 呀、啊、卡大丁抢了的话，哦，还好是把杰跟亚索办了，这最两个卡大丁最怕的 AD 先办了再说。我觉得 Miki 他也可以打其他的 AD 英雄，看看中路什么刀锋怎么样。刀锋蛮好的，刀锋为什么一直比赛没人用？你这个英雄蛮强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解说了半天，观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谁有药给他俩送点，是吧？我觉得我们俩很正常啊。啊，我们俩比较分的，就是分的比较清楚，该正常的时候正常，该轻松一点的时候还是比较轻松的。又是卡牌，不过这次是 Miki 选了卡牌。卡牌现在职业选手的话用的，啊，中国好像也是只有无状态有，无状态卡牌确实六啊，很有存在感。但这个英雄线上始终是个问题，而且我感觉最近卡牌好像胜率蛮低。哎，女警，刀锋，女警可是好久没出了。刀锋我倒可以理解，可汗面前刀锋可以，刀锋秀嘛。这盘刀锋既然自己擅长玩刀锋，他肯定也就知道怎么打刀锋。鳄鱼啊，鳄鱼最好打，最简单了。然后摸个鳄鱼出来，因为这种我觉得拿鳄鱼蛮好的。这是教育局啊，看谁教育谁了。没想到也挺好的。那女警还真是万万没想到。不过女警在手长的优势上面确实完胜卢锡安。卢锡安现在只有500的射程。女警线上配合锤石是打卢锡安娜美是没有压力的。女警锤石线上是又有消耗，消耗其实就是女警的普攻了，然后又有控，然后该跑的时候还能跑。她的普攻最好的消耗方式就是我点得到你，你点不到我。对。然后我攒一发暴击，我就摸你一下；攒一发暴击，我摸你一下。是的，而且这个阵容的话，刀妹的成长很关键，所以这盘可汗必须得选择一个线上压制他的英雄啊。鳄鱼就登场了，但是 DK 这边也是蓝色方，不知道会不会主动的换线。我觉得照这个分线的话，刀妹线上真的很难打鳄鱼，而且可汗的鳄鱼用的是非常棒的，韩国老鳄鱼啊。掐指一算，感觉又要画面又要回到我们俩。对 ，ADC 里女警输出太差了。嗯，女警输出成问题。其实大家现在都很懂女警的问题嘛，就是女警我觉得是一个推塔 ADC。对，而且她换线的时候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哎，对。他推塔的能力非常强，但是现在的话选女警的人已经是少之又少。我觉得以前最流行的是女警搭配露露辅助，然后换到上线两个人强行拆线，强行推线。
那个时候这种套路其实最流行的是那时候欧金有一支队伍是那个当时还不叫 CJ Blade 是叫 Azul Blade、哦、那时候就是 Last Boy 他又很喜欢用露露这个英雄，他有男枪加露露，然后去就是跟你换线然后使劲的推，所以那个时候男枪其实就被女警取代掉了、嗯、然后配合露两个全程 AOE 就直接推进去，换线的时候这两个英雄推线特别厉害，现在的话女警已经是渐渐这么流行了，用还是可以用的，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前提是前期一定得顺啊，前期顺的话，哎呀，女警的三件装备一出来战斗能力就立马不一样。我觉得我今天冰桶挑战没凉着，但这风一直盯着我们解说室的这个空调，一直盯着我脑袋吹。还有吗？感觉我回去还是哎，这卡牌感觉像在喝酒一样，还是说这罐红罐的王老吉，红罐的加多宝，把我给凉着了。爬山虎和王老吉，敌军还有爬山虎和加多宝，碾碎了。我唱的这两个哪个是真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爬山虎和加多宝，爬山虎和王老吉。哦，你这样一唱，我确实感觉我们俩唱歌还是有差距的。你为什么要拿我跟你比？我的天！哇哇哇！机械舞吗？这是？啊，骗一下。哎，我 A。全军出击。哎。哎。哎嘿。哎，有套路啊！这是。有套路。这鳄鱼马上要学 W 了。有点意思。但是这个鳄鱼有点把自己给弄进去了，他这样的话前期。学个 W 打刀妹就不是很好打了，我还是学个 W 啊，锤石还没点技能啊，80%要点 Q 了，啊，只要能 Q 到的话就死一个人。但是这帮人要等小兵先上来。这个很机智，对，很机智。哇，这个真的是藏不住脚。千年杀，千年杀。算了。大亏。算了。这 W E 大亏啊！这什么配合啊？这无论是可汗闪现过去，还是锤石闪现过去，都是很赚的一个局面。但这样的话，他丢了三个近战兵，丢了两个，而且一级学了个 W， 在线上很难打。一级鳄鱼一定要学 Q， 这个是多年老鳄鱼的经验。你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你这样无耻的说你是多年老鳄鱼，真的合适吗？我真的是多年老鳄鱼啊！看我直播的观众都知道，越南软柿鳄就是我。不信有一次看过你的鳄鱼，从鳄鱼到锤石看了大概三把，嗯，都输了，最后你非常不高兴的去吃饭了。这说明我的鳄鱼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居然让你连续看了三把输的，这说明我即便输的也是有非常有骨气的输掉的。哎，为什么你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对啊，是可以啊，但是它要自动开，很怪。什么毛病？多年迷老狗，说得好，这位观众老爷，药何在？对，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 ，AP 吗？对，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记得订阅。哇，这边鳄鱼果然被压了，而且这边盲僧过来了，交了一个闪现，还好这脚 Q 没中。这个漂亮，这个居然是躲掉了。头也不回的走。但是 W 青训这个一级套路宣告彻底失败，只能这样说。卡兹克来了，卡兹克来了，败得一塌糊涂，要上了。哎，上的稍微有点早，不过还是有机会的。想换没机会，哎，还是成功了。鳄鱼拿到人头，那这样的话鳄鱼要双杀了。减速挂到一下，鳄鱼还是他要等下一个 W， 下一个 W 有了，来了，哎呀，这个。这个瞎子正常走是绝对可以躲掉的，他非要回身一下，对，绝对可以躲掉。那个 W 其实没有多长的，他非要回身躲，这不是正好进那个距离吗？可能玩瞎子玩多了，会不会有这个强迫症？就是人一到了可以 Q 到的距离，一定要 Q 一下。我觉得他是想多了。你姐吃饭去吧。哎，好，我去吃饭了，你撑住啊。去吧。烦，太没有人道了。说到这个吃饭，我又想到我们今天的盒饭黄焖鸡米饭。哎，再也不是我们在上海吃的毒便当了。说到那个毒便当，真是托他的福呀。
我在韩国吃了那么多没长胖，哦、全靠毒便当让我拉了半个礼拜。哎，多吧感觉。A 了半天好像没出什么事儿。嗯，下 A 了。主要 AD 是个女警，没什么爆发。但女警出击在线上还是比较容易可以取得优势的。对，刀还是压住了。对。锤石加女警是很经典的一个配合。你看，就是有了暴击之后上来 A 你一下，不过这边眼是看到了盲僧过来了。对。往回撤一下，这波应该是不会受到 gank 的威胁。上面可汗直接是双多蓝，这盘灵梦很顺啊，五级快六了感觉。还要看看灵梦这个螳螂它是怎么进化的。六级应该还是进化的，是应该还是要进化一，他会不会这边刷个野到六了然后再去上路走一波，他现在还得打两波野。我看到他经验条，哦看到了，还早，两波野还不一定够呢，他才一半的经验永远不够吧，还留个小的给对面。六级这个经验条还是比较长的啊，鳄鱼这边初期得到了卡兹克的一波帮助之后，现在还是可以比较好的回到线上压制刀锋了。对，两个人想越塔，好像还有六级的卡牌，这一波越塔的话应该势在必得了。哎，直接大招清了。哎，这个刀妹很机智，觉得这一波兵线只要进塔，这个刀妹就可以宣布死亡了。但社长这里还没有闻到危险的味道，给黄牌定一下在塔下。这边鳄鱼先顶塔，这个换不掉，没伤害。对。刀妹确实伤害不足啊。嗯。哎，但这里有一个拿龙的机会 ，DK 这个拿龙机会把握的还是不错，有机会拿掉。这也是一贯的比赛的一个节奏。如果紫色方初期你要上路去帮一波的话，龙肯定要被下路被蓝色方给抓到机会，而且再加上，啊对，这个螳螂要六级了，已经六了。看看进化还是进化翅膀，进化翅膀对，跳过来，黄牌定住的。哎呦 ，W 没减速到，减速到的话可能也杀不掉。卡达冰中路太难杀了，让他混到六以后就别想杀了。哎，这边锤石吧，点灯了把你救过来，差一发 Q， 这一发 Q 怎么说？还好下补攻，那没奶了一下 ，EQ 二连没点死。哎呀，四方老贼这个跟宇哲两个人迷之自信啊，少 A 一下，虽然是 EQ 全中。这个血量的计算稍微差了一丁点，不过已经是很不错了。自信一回头，有时候虽然看起来潇洒，但失败了就会显得很狼狈。嗯、这个也确实比较刚，因为 E 和 Q 都是有伤害，他那个伤害居然没打死。哎呀，车漏了，我看到了。哎，车漏了，不如你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哦、我的跑太车由我做主。真难听，办突然即兴，我也是压力颇大。我你要哭了吗？你带着哭腔，你得我也想格莱美了吗？你我也想好好唱这首，但是为什么你们不给我机会？行，哦好，你要感谢一下格莱美最佳乡村女歌手提名，米勒，咪咪。咪咪咪咪咪，你够了，你在叫自己吗？哎，我的观众说好听，就是黑一嘴。好听吗？观众朋友们都很善良。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再来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就一个人说，这你小号吧？我哪这么多小号啊？我35万订阅全是我自己小号。补刀就行了，女警。对，其实不要求太多。线上，他这压刀压了30刀了，天！小米大神带你玩一下，太过高兴了，我还我小心脏。淘宝店什么时候开？淘宝店为什么关了？被举报了，被恶意举报。还没好。不想好了，开淘宝店。赚的钱也不能给我买潮牌裤子呀！算了，淘宝店开起来没什么，而且观众老爷很多是为了支持才来的，未必是真的觉得淘宝店里的东西有多好。
对，大家平时愿意来看直播，我就已经很开心了。你说我要是看狗粮店有卖？哎，你可以开个猫砂店。知道现在看直播的朋友，家里养猫养狗的人多吗？哎，起码我可以在你家买东西啊。这，肥水不落外人田，那多不好意思。明天开一个吧。就你起码得给我打个六折吧。太过分了。马上决定不开了。你是一个有逼格的人。帝娘去哪里了？哎，这边抓到那边打一波，直接引回来。这一波其实抓的 timing 还是不错的。那美这一波，但是刀锋从后面传送过来了，鳄鱼也在过来帮忙。这一波刀锋来可能打不起来，要回撤，交了一个闪现。但这边卡斯克闪现上去跟啊，换掉了，没有换，就被杀掉了。哎，我在说什么啊？哎，这个W没打到啊，可汗这一下有点，可汗的闪现过来一张黄牌，输出不够，等于说是换了一个闪现，也算是不亏。但是刚才这一脚把鳄鱼踢回塔下，差一点点可以换掉。对，差一点杀掉。这边还想 Q 卡牌手里有一张黄牌，卡萨丁这一波过来啊，传这个位置很好，但是够到了，这是必死啊！五个人的火力下，怎么可能存活下来？好贵的，养一只猫半年花了3000多，讨厌猫了。这半年才花3000多。相当的，你已经相当理智了，作为一个相当理智了。你要是养猫养狗的话，你会忍不住给他买什么玩具啊、零食啊？哇，猫爬架、最好的狗粮啊、呀窝呀。我吃一顿火锅，我还要掂量一下。但给，哎，但是你养条狗的话，吃一顿火锅你就可以把它下锅子了。这不是我想说的，大哥。你干嘛非要让我们家妖花下锅？我们家妖花不喜欢下锅。妖花不就是下锅吃的吗？火爆腰花，我又饿了，不如晚上吃点夜宵吧。为什么老是缓冲？可能你们家的网络是不是在被什么软件给占住了？清一下这个镜头。啊，说到这个，我那个笔记本开机速度好快啊！固态硬盘当然快了。不，我那个台式的也是固态硬盘啊。你台式固态硬盘装？系统没装在固态硬盘里吧？怎么可能？我那台是插机，那段巅峰时期是10秒，我那笔记本刚买回来，我开机6秒，就一开就开开了5-6秒，击败了全国99.999%的用户，厉害吧？毕竟还是要安慰一下你，买这13000嘛。这个电脑就是通过这6秒的开机来麻痹你，买这13000的付出。你在别说了。没有啊。啊！哎，盲僧又来了，但是又被看到了。关键是卡牌这大刀捏在手上，你不能随便干个，你很有可能就被反干个一波。弥勒还不快谢谢大家，不然哪来的笔记本还是拖鞋？大家看开心，我买的开心就行。玩的舒心，看的开心，这就是笔记本的美好初衷。余额什么的一点都不重要。钱嘛，用嘛，花嘛，赚嘛，自己不用也会被老婆用掉啊。这么说，在这边手机淘宝先开起来。哎，上路直接断兵线了，塔下打有点不太。他出了提亚马特，哎、感觉金线比较自信了，但是刀锋感觉有机会被杀。刀锋要凶他，这刀锋怂了，我觉得。他是觉得刀锋为什么不上呢？刀锋前面没有视野。Oh no！ 这么明显的螳螂在下面。绝逼是一个机会啊！这个，你冷静，你冷静。他要抢，他要抢，我要抢到了。但是然后呢？抢到了，足够了，一个人命换条龙，你换我换几次我都干啊！我用你这药能换掉，我随便你喽。毛哥不在有点气。喂、哎，卡兹哥为了排演付出年轻，嗯，没有。年轻的。重命，说到重命，哎，你发现没有，娃娃行从来不玩卡兹克。哎，但是他打蜘蛛怪了，应该跟这个没关系。娃娃是一个特别特别怕虫的男人，说一个8尺男儿五大三粗，看到一个蜻蜓飞过去，八尺，你八尺是多高吗？七尺。
对吧？哦，今天说这个蜻蜓，我今天下楼的时候，嗯，好多蜻蜓啊，低空飞过我的头顶。那说明要下雨啊。啊，说之后马上就下大雨。我还以为什么天灾呢，吓我一跳。甭想多了，蜻蜓低飞是要下暴雨，而且你那个时候可以到强行到养有鱼的池塘去看一下。打个车到我们 LPL 现场，看看那边鱼塘的鱼是不是都在浮头看着水池外。哎，开大抓刀锋，让你凶我，没大了吧？没大了吧？哎呦，连的不是很好啊，输出也不太够。卡，关键是鳄鱼没有大招。红牌，哎呦，尴尬了。这刀锋玩的红牌定住，输出也不是够。我下路吧，33.30米。你要算一下80是多少，有点搞得跟我们算外币汇率似的。不过这个尺在古时候好像是比较要比现在要短一些的吧，因为我记得七尺是一米九，对，我记得七尺好像一米九，八尺大概一米九左右，八尺是肯定上两米。哦哦，那有没有专家来，反正没有现在这个比例这么大，我记得是没有。你看锤石就是这样等着，还是锤起来了。地还反而把地推到浪中了。哎，不过这波不用卖，卡特克过来了。鳄鱼来了，鳄鱼冲过来了。鳄鱼又是大鳄鱼，你为什么要跟大鳄鱼打？大鳄鱼进来简直有点无解啊！黄牌顶着卡牌过来了，卡牌顶着黄牌过来了。耶洛的话也是被收掉，卡牌一张红牌，一张黄牌顶到娜美，娜美闪现撞墙，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刀妹，就刀妹必死的卡牌现在有蓝 buff， 他闪现也没撞墙，但那个墙是个 S 型的。哎，这时候必死就走了，强行打你脸。我现在情绪已经流失很大了，6000经济。这个阵容的话，后期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不像上一盘的 AD 阵容，这盘至少还有一个卡牌坐镇。而且女警跟卡牌两个人的装备也太好了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AD 跟 AP 领先对面多少钱，这两个人看一下多少。一个领先2000，一个领先1400，哇，这两个人领先太多了。明天有没有二米连跪？有啊，明天有吧，我们早点起来吧。哎，说到这个起床问题，我真的是被各种的……你需要一个正在装修的邻居。哦，哎，这波有点浪，不过还好，其实在跑的比较快，刚才应该开几跑。开机跑这个卡牌好帅啊，你发现没有？五代八尺是一米八多一点，一米八吗？那这样的话，娃娃确实是八尺男儿。嗯，七尺1.61米，八尺1.64米，怎么可能？七尺不可能只有1米6，这乱说的。那我也七尺女子，七尺女汉子。因为我记得有一个人分析那个诸葛亮的那个身高嘛，他说诸葛亮是七尺还是八尺，然后分析下来诸葛亮接近1.9米。就分析下来，诸葛亮不仅脑子好，长得又帅，个子又高，身材又棒，老婆还特别机智。诸葛亮老婆是谁啊？黄月英啊。这黄月英可是一个特别具备发明创造能力的。哎，这个闪现机不错。女人，我觉得这边拉一下卡拉丁进塔。有进化的 W， 鳄鱼又来了，大鳄鱼来了，快跑快跑，鳄鱼来了，卡牌也来了，房子要倒，大事不好，房子要倒。哎，又打了一个号二，还是不赚呢。我这个卡斯克的 W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近啊，还是很远啊。对的，随随便便放一放被挂到就是50%减速，这个还是有点讨厌。这个鳄鱼用的真的是六啊，他这个鳄鱼有点，哎，刀妹从哪去啊？哦，上路偷了一个卡牌，卡牌应该是大招上去飞到上面想收钱，直接塔下给强杀了。可汗的这个鳄鱼有点大哥的感觉啊，有没有？巅峰时候的大哥的鳄鱼也是相当的。哎，你这话我不高兴了，你这话仓姐都不高兴了。什么叫巅峰时候大哥？大哥现在什么时候？大哥现在也是巅峰啊。说实在的，大哥巅峰时候鳄鱼还是。大哥巅峰时代的时候上单还是挺牛逼的。哎，这里想杀鳄鱼，为什么啊？两班都死在这个鳄鱼上了，非要杀，暴击，往后撤一下，一发 Q 技能没杀掉，
但是这边女警的话是被卢仙拿了一条踢回来，这一脚踢隔墙了。对，这脚很漂亮，不过还是跟上了。瞎子这两脚有点立功啊，秀琴的马上好，三二一串，哇，把卢仙接上来了，最后居然是被娜美的一个 W加血加到自己人身上，然后弹到锤石身上弹死了。这卢锡安好气啊，有你这么大辅助的吗？然后小胖说杀人要紧，杀人要紧。说到这个大哥，下一盘应该是 OMG 的比赛吧， OMG 对 WOA。 哎，是的，农港的队二米双排视频什么时候出？哎，我们最近一直在打素材。黄月英愁死了，你又不是诸葛亮，你觉得黄月英丑就丑了？情人眼里出西施，再说了你又没见过黄月英，别人说黄月英丑就真丑啊。我还说弥勒长得帅了，真帅啊。帅帅帅帅帅，这个确实帅帅，搞得好像我们是偶像派一样，靠实力说话的。看下这里的蓝 buff， 蓝 buff 的话叶落拿下，不过叶落这盘发育是真的有点惨啊，零个人头，没有人头的卡萨丁是很难成长起来的。杀猪刀哦，四层杀猪刀了。那个灵梦不愧是跟厂长两个人好基友啊，出装都一样的。哎，定住了，但是这边有个大鳄鱼，黄牌定到鳄鱼，伤害给上，但是伤害差了一丁点啊，治疗给上以后你刀应该可以跑掉。这样一来的话，青训感觉推这一路还是有点困难啊，三个人。看下女刀这边补满状态哦，卡牌跟鳄鱼赶紧往过走。米勒比教练帅、哎、你这话说的，那米勒不高兴了。我是实力派，怎么能跟偶像派比呢？教练是偶像派吗？强行黑我们两个是两个年代的人啊。就像你要问我这叫什么星星有几颗。哎，勾到卡萨丁，强行拉到自己大招里边。娜美大招起到了一个分割的效果，卡萨丁他一个大就直接踩出去了。你看这个再勾我、这个、勾到这个几刀，这场上的 W 伤害真的好高啊！叶落的话又被打飞了。他就在边上 poke 这一脚踢飞了三个人，但是伤害没有了。林梦跳回来，发现手有点短。关键林梦之前一直在侧面打 poke， 不要小看那几下 W， 还是有。我那个 W 很痛的，关键是把人减速了。是的，你看那 W 现在伤害也很高的，五层杀猪刀，然后配合这个蜥蜴长老金破，再配合一个黑切。五 G W 还进化过的，很痛。黄月英不是丑，三是黑，三国以黑为丑，所以丑，以后以黑为美，为美。所以黄月英是健康美的女子了。哦，我靠，鳄鱼游走的可以呀、啊，抗寒可寒这个鳄鱼，是老鳄鱼，大鳄鱼。绝对又可以封神了。东南亚鳄鱼什么呀，东亚鳄鱼，它是韩国鳄的话应该算是东亚鳄鱼。所以大哥说杨子鳄了，大哥是中国鳄鱼啊。大哥是真的东南亚鳄。哎，这一波看看感觉可以强上啊，强上这四打二四打三随便打，你们这都空了。卡拉丁上来又卖，这一波卡拉丁状态还不错，这样的话螳螂往后一撤还没有死，叶长这黄牌定到了卢锡安，伤害不太够，一刀先把螳螂终结。卡拉丁的话也收到 TF 的人头，怎么这也是被控死，被可汗一个大鳄鱼顶在前面还是有点肉，不过面对四人的爆炸。对你在干什么米剑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家都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大家都在期待你的完美激情解说，你突然一口老血咳在屏幕上，你把我吓哭了。我也不是，对，要给大家说声抱歉。米勒最近身体抱恙，常年这样说下去，对，你要学习一下发声技巧。
这也真的是最近解说太多了，然后嗓子不是很舒服，弥勒要挂，抱歉抱歉，不要挂，要挂倒不至于，嗓子有点不舒服。哎呀，自己都被自己逗乐了，见笑见笑，太丢人了。你不要再笑了，你在逗我笑，解说不下去。关我什么事情？我刚才也在聚精会神的听你解说，然后你突然，我没有这么恶心啊！哎，这个 Q 起来了，也配合卢现的大招，金身，哇，这个金身好潇洒，你看到他的造型，那个造型有点像去年那个叫什么航空母舰上走你那个感觉，有没有感觉？待会我给大家。关键是金身完了，以为点得到一个垂直的灯笼可以走，结果半路上。哎呀，半路追击，这打的，这画面好喜感，画面太美，我看的不忍看。这个龙要强打，没有卡牌，这波很关键了。情绪能否扛住，就看这一波了。这个的话能否翻盘？你甚至现在弥勒伤可以脱骨自杀了。小安这边直接开大招了，这个龙被螳螂惩戒掉了，螳螂直接往后一跳，垂直大招位置也非常完美。直接不开大招，先看一下阵型，看飞的位置好像距离不太够，落到卢锡安以后想秒差一点伤害，锤石先死，但是鳄鱼的战斗能力依然是超强，林木刷起来了，这样的话这波一万五了，把后面的人全打死了。哎，一万五不给女警大招收头，这波林梦有点立功啊，抢到了大龙 buff、而可汗的这个鳄鱼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盘 MVP 你给可汗还是给林梦？哎，两个人表现都很好，就是林梦吧，这两盘螳螂可汗吧，打野太容易得 MVP 了，上单万年抗压，好不容易得到一次表现的不错的经验，说了半天其实也不会给。对，我给司马老贼咬我，我给司马老贼啊，不给你随便啊。哎，直接破掉上路，你还想看一下？大龙毁一生啊，确实是大龙毁一生，但是你没办法，你这大龙你拿不拿？你不拿的话也得输。拿的话还有点机会，主要这盘卡拉丁的装备太差了。黄月英是锤石的老婆吗？黄月英不是因为丑，不是丑，是因为一直蒙面，别人看不见她的样子，所以才有人说蒙面才丑，丑才蒙面，究竟丑不丑没人知道。专业，且说且珍惜啊，弥勒，快擦擦嘴角的血。我现在是肺里咳出一滩血。就你现在只能买两个 iPad。为什么？你只能买一个 iPad。这，为什么？少了个肾。肾跟肺有毛关系啊？我咳嗽几下就要卖肾了，太扯了。塔牌三件套，这个时光是整整少了一个法穿帽。哇，这卡兹克装备爆炸！对的，卡兹克这些装备包十一层，十一层书，二十一层刀，这你都能看清楚。嗯，再加上两个雾川，一个黑切，一个青雨。嗯，呀，这是要发呀！绝对要发呢！11:12:24，一倍的人头比领先。对的，经济上面领先了13000。这一盘果然如你所料呀，主公。WEA 这是要赢的。弥勒买的什么笔记本？这也就不能做广告了吧，反正不是零人。还行，强行黑一手。其实我们用的这些外设呀这些东西，哎，请问这边刀妹，刀妹这个位置，哇，没人去探一下吗？哇，贴在里边，躲猫猫，胆子好大，躲猫猫社长的老大，到现在都还没有被人找到。这个梗是不是特别适合现在？特别适合。这边刀妹从侧翼，反而是个很好的机会。三宝队要死了，叶柳拿到人头，可汗进来就是大鳄鱼，先杀谁？被踢了一脚。卢锡安侧翼放大，但是输出半点打不上来。正面战场无输出啊，想切 Miki， 哎，这个就打到了，但是伤害不够，伤害不够，拉到了。关键是这个 Q 是拉到了大过去的卡特。对，还是一换四，装备差太多了，装备稍微好一波，这波是一个完美的，而且卢锡安那个位置很尴尬，他怎么会走到侧翼啊？
用团战证明我们的输出点绝对不在女警身上。哎呀，这一波 DK 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刀妹绕后，然后正面墙突过来，但是卢锡安又被秒了，而且卡纳丁跟这个刀妹确实打完一套以后就没有输出，可惜呢，另一个队还是蛮有实力的。这一路第二路了，有没有好玩的评论啊？有人要跑到你老婆的微博上去艾特他，让他们给你买乌鸡白凤丸。为什么？补乌鸡白凤丸不是给女生的吗？因为他们觉得和我相比你确实娘了很多。我们要比较一下，他们说米勒要敢不敢比米姐更彪悍一点。待会 我好难过呀，我们必须要露出性别特征是吗？这个看着，这是声音啊！你要把你胡子露出来，我要把我长发露出来，这不就性别特征吗？我当刮完胡子才过来直播的，你告诉你，那你就娘呀！你这个娘炮，可以的，可以。你怎么不说话了？你倒是彪悍起来呀、啊！强行默认自己是娘炮了，那你逞口舌之快。哎，这一盘的话应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可以随便上，可以调整心态进行下一轮比赛。说实话米勒长得挺帅的，我的天。我们说的是下一轮是 OMG 打 WA， 青训的话这一盘赢下来以后他们应该是进入八强了，八强好像要打线下了，我们在今年年底，应该会有这个德玛西亚杯的线下比，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这样也挺科学的，一个春季赛，一个夏季赛，然后冬天可以看杯赛，挺好。毕竟冬天的话，新换完版本，看这边想摸眼贴，你贴的话也只能贴到锤石啊，这有点强迫症。瞎子直接被秒掉，螳螂跳起来逼出卡丁的金身啊，这边卡牌直接是飞过去了，看看他飞在哪里，要定一下这边的后排，好像也没有办法杀掉刀妹，一发让子弹飞，我狙死，也是金身等死的。嗯，这盘问题就是卡拉丁没输出啊，卡拉丁这盘有点惨。这盘卡拉丁打的整个过程跟上一盘的发条有点像。啊，顺风的螳螂真的好好玩，跳来跳去。就你好羡慕呀、啊，你的螳螂从来没有顺过风。那你也另说，就你的螳螂永远是在逆境中长大的，没关系，这样才显得出你强势。好，恭喜 WEA 今天2-1取得了胜利。嗯，还是稍微遇到了一些阻力啊，连扳两盘，最终还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不过 DK 也是向我们表现了他们非常。